两会时间再度开启，今年的两会正处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上，又因何汇聚世界的关注目光？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引发国际热议，中国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提供哪些机遇？当今世界面临严峻挑战，中国为全球发展与稳定做出什么贡献？深化改革开放步履不停，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世界释放何种信号？敬请收看环球视线。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黄峰。两会时间再度开启，今年正值新中国成立75周年，同时也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在这样的节点上，今年的两会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国际社会对于本次两会有哪些期待？中国又将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当中发挥什么作用？就这些话题呢，我们的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欢迎两位。那首先呢，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参加了今年两会的各国驻华大使在参会期间的最新感受。Yeah, I think that that is.我认为中国正向着现代化充满活力的社会迈进。对于全球南方国家来说，能够来到中国，能够亲眼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令我非常印象深刻。This is the top. 我认为两会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会议，吸引了外界众多关注。我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行之有效，我对此感受颇深。让中国人民自主地选择发展方式，这是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在经济、政治、科技创新、人工智能等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彼此相连，同属于一个世界。中国发生的事也影响着世界其他地区。中国式现代化非常重要，中国发展得好，世界其他国家也会受益。我们的发展道路不同，但我们可以彼此借鉴。中国两会再次拉开了帷幕，我们也看到国际社会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哈。那同时呢，今天中午的人大记者会上，我们的记者已经观察到，现场已经不是战无虚席了，真的已经到了不是座无虚席了，真的已经到了战无虚席这样的一个地步了哈。可以说呢，现场的这个国际人士啊，普遍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经济和中国的外交政策。那崔先生，根据您的观察，他们希望从今年的这个两会上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另外，在两会召开之际呢？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是什么样的？首先我们来看这次两会召开的一个整个的背景啊。当今世界啊，我觉得和平和发展仍然是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这个呢也是国际社会和舆论呢普遍关注的两个焦点。我们知道现在应该说巴以和俄乌两场冲突啊持续延宕升级，在给各自地区造成动荡的情况下呢，还不断的产生外溢效应，现在全球的能源啊，这个粮食啊，包括贸易投资都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且我们也知道，世界经济啊，现在也处在一个比较困顿的时期。去年呢，世界的经济的就复苏就比较低迷，而且一些主要经济体呢，甚至出现了衰退的迹象。今年啊，这个根据一些机构的预测啊，整个世界经济呢，仍然是最好的情况，也就是不到3%的增长，实际上仍然处于衰退的边缘。所以当今世界啊，变乱交织。国际社会啊，对寻求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对寻求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未来，应该说这个需求在不断的上升。所以在这样背景下呢，我想这次两会，国际社会和舆论高关注的焦点呢，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咱们中国啊，能够在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在维护世界和平、减少地区冲突方面，能够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提出什么样的主张，然后能够制定什么样的政策，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想从此前一段时期啊，我们中国方面的一些这个政策出台来看呢，应该说这次两会呢也会聚焦这些重大的问题，然后呢拿出我们自己的这个政策目标，然后提出我们自己的解决方案。那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今年的两会正值新中国成立75周年，同时呢也是我们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
关键一年。那王先生，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关键一年？另外，本次两会上透露出的这些信息，对于世界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实际上，世界观察中国的发展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周期啊，就是我们的五年规划。那么每五年规划呢，我们通常来讲，第一年呢叫开局之年，最后一年呢叫收官之年，中间一年啊，第三年啊叫承前启后一年，那么第四年呢就叫关键一年。那“十四五”规划呢是2021年到2025年，所以今年2024年呢是在“十四五”规划的第四年，就是关键一年。那关键一年关键在哪呢？就是你这个五年计划呀、五年规划呀，能否真正实现这个第四年起到非常重要，能否实现它，并且能够完好的进入到收官一年的这个关键的时刻。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呢，大家都非常的来关注到这一年的两会推出了各项的经济、社会、国防、外交的政策。那么在我看来呢，还有一个关键一年的这个意义，那就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的。世界上看2024年啊，其实也非常关键，因为2024年呢，它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有史以来2024年是全世界各个国家产生选举的最多的一年。不完全统计，大概有70到80个国家有这种换了总统啊，换总理啊，或者换议会的议长。那么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呢，各个国家都会面临着或左或右，或开放或保守，或冲突或和平，或复苏或停滞的这样的巨大的选择。那么我们在知道，就像美国大选啊，包括这个月还有这个俄罗斯大选，还有在两个月以后印度大选等等，这个世界啊面临着一个摇摆的时刻。那么另外呢，刚才崔老师也讲到了，这世界还有两场的大的冲突，世界很多地方还发生了零星规模的冲突。这个2022年、2023年，全世界发生了100多场冲突。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所以2024年，世界看待中国，看待这个关键一年里面，世界中国传递出来的信息，实际上是对整个世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的确，就像二位所解析的这样，站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呢，中国两会对于世界的意义可以说不言而喻。那么，国际社会各界人士对于本次两会有哪些期待？我们再来看一条短片，了解一下。当世界将目光转向两会，中国经济始终是热议的话题之一。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经济如何进一步巩固回升向好基础，给世界带来更多利好。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2%，横向看，这一增速明显快于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经济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望超过30%。我国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纵向看，5.2%的经济增速比上年加快2.2个百分点，也快于疫情3年4.5%的平均增速。2023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多数指标绝对量都超过了疫情前2019年的水平。西方媒体唱衰中国的做法不会取得效果，因为中国多年来用行动证明其经济政策是正确的。在关注的目光中，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展示了一条现代化新路。他们关注中国两会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做出哪些规划，期待深入了解和借鉴中国发展经验，迈向共同繁荣。现代化不等同于西方化，现代化不只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所呈现的发展轨迹和特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更加注重财富的公平分配。我们以前看到读到的都是现代化是西方化，他们告诉我们现代化是西方的现代化，但是中国证明不是这样的，和自己的文化及文明紧密相连也能实现现代化。我看到这个中国式现代化觉得必须点赞。两会是中国的大事，也是世界关注的大事。中国正加大对外投资，共享新技术、新成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也在推动各国共同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将继续促进各国民生改善和共同繁荣。
2023年，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首次跃居世界第一，电动载人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离子蓄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产品出口额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历史性的超过火电，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高水平开放，国际人士从一个又一个中国经济关键词中读出了信心和机遇。中国正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包括在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进步，这不仅让中国人民从中受益，世界各国也能从这场技术变革中受益。我们注意到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势头好，速度快，活力足，创新力也很强，两会释放出的政治信号非常重要。我们相信今年会有很多进一步加强机械制造业和保持光伏技术全球领先地位的政策建议，我们希望能够参与到这一创新进程中。从刚才这个短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式现代化仍然是国际人士最为关心的一个话题之一。那崔先生，根据您的观察来讲，自从提出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热度为什么会始终不减？而且它对于世界各国的未来发展来说，影响又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知道党的二十大呀，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内外发展的一个总统目标提出来。我们看到这一年多来啊，应该在实践的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呢，它体现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啊，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式现代化呢，它是基于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啊，提出人类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和这个中国的基本国情啊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应该说，它侧重回答的是既带有咱们中国自身的特性，同时呢又具有共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发展和安全啊如何处理，然后人与自然的关系怎么处理，然后公平和效率啊怎么去兼顾等等。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正是因为呢，一方面我们有基于啊中国过去这么多年发展我们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经验，同时呢我们有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胸怀和眼光，所以中国式现代化应该说现在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啊各个方面都体现出它的巨大的这个优势。与此同时呢，我们不搞自主输出，但是我们啊这个推崇这个经验分享。我们中国人有句古话叫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啊，包括刚才片子里介绍的一些国际友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应该说他们呢都非常积极的希望啊，一方面呢能够和中国共同分享啊我们持续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个合作的利益和效益，同时呢他们也希望从中呢得到一些启发啊。这样的话，我觉得中国式现代化呀，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现代化进程继续向前的一个主要的力量。那除了崔先生提到的这个中国式现代化之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像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这些关键词也是同样受到了大家的瞩目。那通过我们的观察，不难发现这些关键词当中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提到了一个字，就是质。那王先生，根据您的观察来看，中国经济对于质的重视体现在哪些方面？另外，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对于世界来说会带来哪些推动性的作用？这个新质生产力啊，现在应该是学术界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啊。半年前啊，在去年的秋天，习主席呢在考察调研黑龙江的时候首次提出来。那么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呢，再次提出来写进了文件。那么今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第一堂学习课的这个关键词又是新质生产力，而高质量发展呢，也是这些年来二十大以后啊，大家反复去提的中国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这个质啊，我觉得关键在于它的本质，它的性质。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在看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啊，就是它的核心意思呢，就是要以创新、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产力。那我们经常谈到生产力的过程中，我们经常讲生产力它包括生产者、生产资料、生产关系。那么新质生产力就意味着刚才我讲的生产者、生产资料、生产关系都会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实质性的提升。在这个过程中，就像刚才片子中也讲到了我们的新三样我们的智能科技、我们的数字经济等等，都在推动着中国经济啊朝着更高质量的方向去发展。过去我们讲述的这个发展呢，可能更多的在 GDP 的层面上，现在我们讲的发展呢是更为
广度的、更为这个全面的一种发展，不仅仅是说是 GDP， 而更重要的也在生态呀、生活呀、科技创新啊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个发展对于世界来讲呢，我觉得当然是福音了，就是意味着一个崛起的大国、一个全球强国的冉冉升起啊，它不是重复着西方的道路。过去200年、300年前，西方的道路它是用殖民、掠夺、战争、冲突的各种方式来实现了他输我赢的这种方式，而我们用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这种方式，就是象征着一种新的这种文明的形态，推动着人类文明的新的发展。更重要呢，也意味着一个新型的文明型的大国的冉冉升起。我觉得这是在改变着世界历史的未来。那当然，在我们面对着这个充满惊涛骇浪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呢，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正在增多，中国为世界提供的确定性又体现在哪里呢？我们再来看一条短片。两会前不久的3月1号，中国与泰国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协定正式生效，中国多地机场都迎来了中泰两国的出入境人员高峰。中泰互免签证只是中国不断扩大开放的缩影，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遍及全球5大洲，你来我往间，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脚步还在加快，一系列开放举措也在相继落地，施行便利外籍人员来华5项措施，修订全国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推动外资24条加快落地见效，中国开放的范围越来越大。中国市场的开放预示着一种更加积极的变化，我对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经济发展举措、保持经济持续向好态势持乐观态度。我们非常关注两会，看看中国会为世界发展提供哪些国际化方案。中国还积极与世界各国一起发展经济，例如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使很多国家可以共同发展。我们非常赞赏中国在高科技和创新方面取得的进步，我们也看到中国希望与世界其他国家分享这些发展机遇。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跨国企业的共识。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588家，同比增幅高达74.4%。中国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有50%的受访美国企业将中国列为全球首选或前3位投资目的地。89%的在华美国企业仍将保持在中国的布局。美国企业既不想出现在菜单上，也不想坐在餐桌旁，他们想看看他们如何才能对两国人民都有所帮助。欧洲企业同样也对所谓的退出中国等言论予以反对，相反，欧洲多国企业积极拥抱中国市场。多家欧洲大型企业发布的最新财报显示，中国市场不仅成为业绩增长的亮点，更成为公司产品创新的动力。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德国对华直接投资总额达到119亿欧元，这是此前2年的高值后，德国对华直接投资总额再创新纪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可能超过预期，亚洲新兴经济体今年的整体经济增长率有望达到5.2%，比去年10月的预测提高0.4个百分点。可见，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将继续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更多机遇。我看到中国和拉美地区的关系非常牢固，而且是越来越紧密，包括与巴西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政府间关系，以及投资领域关系，这对拉美地区非常重要。关于今年中国的两会，我记得今年前国家主席习近平说这句话，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以哥伦比亚情况为例，这句话很重要，因为我们的政府已经知道中国是我们哥伦比亚最重要的贸易 和投资伙伴。我希望今年哥伦比亚能加入一带一路的倡议。
我想刚才这个短片呢，如果说要浓缩成一个词的话，应该就是开放。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政府近来呢，在人员流动啊、外资准入等方面出台了很多的举措，而且中国政府始终强调的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那崔先生，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中国对外开放的更高水平？另外，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推动世界的共同发展来说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和这个国际合作啊，实际上咱们中国经济已经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啊。就像刚才这个片头里说啊，习主席说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高水平开放呢，我觉得一方面呢是要持续的优化我们的政策环境啊，包括您刚才讲到的，我们最近啊出台了一系列利好措施啊，包括取消了制造业领域的这个投资配额限制，包括开放服务业领域的合作等等。同时呢，还有呢，就是我们要通过啊，这样一些措施呢，来进一步推动我们深层次的改革。比如说我们这个要在这个优化我们的营商环境方面啊，更多的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啊。我觉得这样一个路径推动下去的话，毫无疑问就会让世界和经济、让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啊更加紧密。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远大目标呢，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人类命运共同体它的一个坚实的基础呢，就是我们和世界呢要形成牢牢的一个利益共同体，因为这个这是未来啊我们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物质基础。所以我想啊，更高水平开放啊，就意味着我们接下来无论是在政策啊，在各方面的啊硬件、软件各方面条件上，我们要持续的啊去推进啊，不断的优化，不断的改革。但是与中国行动相反的一面呢，是我们最近也不断地听到一些杂音，比方说脱钩断链呐、去风险等等。但是呢，西方国家公布的这些事实啊和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和世界的联系并不是更远了，而是变得更近了。那让这些的杂音呢，也就变得不攻自破了。那王先生，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这些事实和数字？实际上，我们现在观察西方对中国那些杂音的时候啊，我们要看到他说的一面和西方另外一个群体他做的一面。说的一面呢，我们会看到很多西方的媒体啊、西方的政客啊、西方的智库啊，他有的时候在唱衰中国，有的时候还在鼓噪着脱钩断裂。现在看来啊，这些声音啊基本上都是失败的啊，基本上都是错误的，基本上也是非常的滑稽的，非常可笑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看到西方企业的这个主流啊，他们仍然看好中国的未来。就像刚才啊片子中很多这个企业的人士都出来讲，他们认为下一个中国，过去的还在讲啊，就寻找下一个中国在哪里，突然发现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啊，西方的企业主流用脚、用真金白银投票选择中国，跟中国的发展啊继续分享着我们的未来的红利。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来，我们需要有更强的战略定力和我们自己的信心，对于未来的信心。那我们知道世界对于中国两会的关注呢，除了中国的经济之外，还有中国的外交政策。但是和过去几年一样，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啊，仍然是变乱交织的一个世界。那么面对这样的大事，崔先生，您认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能够给我们给出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另外，在今年的两会上，我们又将会听到来自中国外交的哪些方面的更多的声音呢？现在国际社会啊，对咱们中国啊这个，从中国经济中继续获益的这个需求不断上升，同时呢，对我们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呢，也大大增强。我觉得在此前的基础上啊，我们不断地去推动地区和这个全球的这个和平稳定。比如说，我们成功地斡旋了沙特和伊朗，然后我们不断地去为了这个俄乌巴以两场冲突不断地去奔走啊斡旋。我觉得这样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外交呀，始终追寻一个守正创新、坚持原则，同时呢又敢于担当啊。现在我们在不断地在帮助这个世界啊恢复和平，然后进一步地去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呢，来提供更好的这个条件。那我想今年啊，这个我们中国的外交呢，仍然是继续奋发有为的一年啊。就像去年这个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说到，我们中国外交呢要继续啊，按照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方向啊，不断地为世界呢提供更多的稳定和确定。所以我相信啊，今年中国的外交啊，在这个背景下啊，仍然会是啊继续前进，而且呢会不断地为我们的啊优化的国际环境啊提供更好的支撑。好的，就让我们一起来共同期待今年的两会，也感谢二位的精彩的解析。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站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上，中国两会再度汇聚世界目光，国际社会也从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高水平开放等关键词当中读出了信心和机遇。今日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相互交融，彼此成就。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